今天下了一天的雨，终于停雨了，不过也快天黑了。那只小家伙就这样子失踪了，90%都是被老鹰捉来吃掉了。你是谁？我是小八哥。小八哥，你的鸟窝做好没有？他要找材料回去做窝，好像也快做好了。有虫子吗？虫子没找到，找到一条死蚯蚓。我知道哪里有菜虫，走，我带你去捉菜虫去。这里有菜虫，我要下去捉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菜都快被虫子吃完了。哎，这里有一条，看到没有？捉它，好多、哦。还有，看到没有？这里面好多虫子啊，快把菜都吃完了。过来上班了，你要到处跑什么呢？来了，上班了。你看你这鸟怎么当的，虫子都不捉。这菜都快被吃完了，又跑了，好多虫子啊，捉出来给他，来吃虫了，这个虫好吃。还有鸟不吃虫子的，看走地鸡在这里守着鸟窝呢，啊，看它吃不吃，哎，大黑它吃，小乌它就不吃。看一下哪里还有，再捉两条回去给它吃。这菜叶快被虫子吃完了，这里又有一条，好多，这里又有一条。你胆子还挺大的，大白天的还敢出来吃我的菜。来，开饭了，吃吧。八哥，八哥，吃虫子了。哎呀，又咬我。啊，放地上给你吃。捉我是吧？哎，你好好躺着吧，叔叔。六呢？笑个。唱歌。哎呀呀！这家伙是我的还捉我，不想混了。像疯狗一样，惹不起你，你走。翅膀都断完了，还这么凶，不吃放你身上。鸟窝做好没有？都做了那么多天了，打开看一下吧，看看它的鸟窝做好没有。哦，掉了，哎呦我去，里面已经塞满了草了，基本上已经做好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搬开看一下有没有长虫子什么的，要不然到时候长虫子就麻烦了。暂时没有发现虫子，主要怕它叼些肉类回来发臭，也会长虫子。暂时没有，鸟窝基本上就这样子做好了，现在就等着它下蛋了，应该很快就下蛋了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你要欢迎我是吧？你是谁？你是我，你有谁？笑个，笑个，再给他们拿点吃的。来，开饭来。小八哥，小弟弟吃什么东西吃这么饱？有吃的都不要了。看老母鸡跑过来了，不吃等一下老母鸡吃完了。
葡萄干都不要了，吃什么东西吃饱了，哎，不要就算了，就这样吧。